都是有可能，而且是非常大的机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实力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身边的队友，大家加油好吗？今天就24分钟的比赛了啊。凭借我们队的这个实力，我没有说比国军队差多少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定胜算。一二三，本轮赛必胜。遇到了我们，你们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兄弟们，三二一，打板。哦哟。哼，我们的日子比你一天。队友找好，找好自己的防守人。比赛开始，本队率先获得球权，凯瑞图上球。哦，上来谢利时险些断球。卡先，蓝队一开场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侵略性。走，下。凯瑞图强吃，突破被干扰了一下，曹芳的断球。后场的双人组合，凯瑞图加曹芳，这两个都是双能位，压节奏，再给到内线，凯瑞图底角。For three， 李佳栋自己拿到篮板球，从郭建的手中虎口拔牙。Yeah！ 李佳栋，小姚明，谢立石，翟晨泽，郭建的中投 ，double foul， 双方犯规。反手打战术，蛮牛王征杰，蛮牛，哇，蛮牛使出了蛮牛冲撞，王征杰，来比赛继续，曹峰，干拔成天豹没有进。成天豹下去，我下去。不着急。翟晨泽持球杀篮下，进攻篮板球 ，put back。郭建前场篮板球，再防一个。张志扬带球向前，面对防守。找队友传给凯瑞图，凯瑞图面对刘浩源的防守，如何选择呢？失误了，快下2-2，谢立石漂亮，好球！凯瑞图的失误直接送给谢立石一次快攻的机会，凯瑞图 Euro Step Blocked。本队的队长凯瑞图在开局阶段连续的出现失误，我觉得凯瑞图他作为一个队长，他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完全和他的实力包括和他的身份就完全不相符。凯图今天的第一场表现确实让人有些失望，不断的丢球，不断的判断失误，这不是我印象中凯图应该有的表现。王宗杰持球快攻，哦，一条龙上篮，不要急，找着节奏打，按节奏打，来帽子，来，掩护曹峰，陈天猫，哎 ，good， 中锋，扭脚，啊，配合。王增杰的三分球并没有能够命中，打战术啊！好，我们来看看曹芳这次进攻该怎么选择呢？直接自己干拔三分球，哎呦，应该多和队友寻求一下配合。谢立石
战术啊？你怎么就叫了一个单打？不是，这个直接他是个空篮了，还走什么战术啊？一个一个打呀，不用着急啊。着急起来，他空位上空篮不给他吗？不是，没关系，你。我觉得曹方没有去适应其他四个队友，而是我们一直在适应他，很多一些出手啊，还有机会什么的，都没有掌握太好。一次篮板球，没事没事，好球。申屠一飞拿到篮板球，打这边这边，打快一点，打快一点，节奏打快一点。防守，你俩掩护，你俩掩护。战术没有交代清楚，但是程天豹自己有篮儿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防守上去。谢立石，哇！面对三个人的包夹，谢立石依旧完成得分。又断了。带脸了，刘浩源缓了一下，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丁锦辉指导的队伍当中确实内线实力太强了。下石将兄，王增杰 three no good， 曹方，没事没事，回防回防，别急别急，没关，别着急，找着节奏打，按节奏打。曹方，干拔，好球。牛牛牛牛牛牛，蛮牛王增杰，李林，王增杰 three no good， 程天豹非常的痛苦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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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防守。好，准备。给，张静，你直接给我。失误。李林。And one。你直接给我，你能给几点？你给一个肯定能给，相信给我。后卫还得摆脱啊，站着要不行啊，曹鹏，你不能站着要，不能给，你就放我面前扔，我肯定能拿住。就他们两个，凯瑞图也好，曹鹏也好，这两个人在场上的时候，既没有团结到队友，也没有掌控到比赛的节奏，每个人都想拿球打，每个人都把比赛想得太简单了。凯瑞图和曹鹏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候，对球权的争夺有一些问题，然后也导致了整个球队的这个节奏被带乱了。这不是我心目中这个一个好的后卫应该体现的这个打球的方式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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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没关系。李佳栋、曹鹏在后面掩护，做个掩护。第四，李林打三分。下下下下下。上半场比赛，粉队犯规，全队累计已打五次。程天豹 ，in the post， 追手追手追手，哎呦，周胜球 ，carry， 哦，我们的球员打得非常的卖力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动作。犯规次数满了啊，两次罚球。慢点慢点，运运球，曹峰，后仰跳投，哎呦，这个球还是没有寻求和队友之间连线。别接，牛头牛头牛头牛牛牛牛。绕掩护漂亮，李佳栋。It's not a slam dunk, but easy bucket。来了。来，掩护指令，后边，多多，按战术来。啊，刘浩源，周胜强，T
齐上。无球掩护，李林，漂亮。Tip back for two。张志阳，哎呦，好难啊，自己给自己加难度。漂亮的传球。凯瑞图，来，天波，加油，加油，漂亮 ，pick and roll。成天豹，谢立石，本队的防守形同虚设呀、啊！山科二人组默契连线，看来孙悦指导对防守非常不满意。暂停，你们俩换那个曹芳和那个凯瑞图，防守没有人有压迫性，这个强度远远不够。如果再达不到强度的话，只能下来坐着了。如果你想在场上去获得更多时间的话，你就要去有好的防守，这是留在场上的这个基础。如果你连这个基础都做不到的话，我怎么会把你放到场上？本队做出了换人的调整，宋教练、头盔哥都上场。